紧急插播一条新闻，最近夜市出现一批犯罪分子，用化妆成街头小贩的形式寻找买家贩卖人体器官，发现可疑人员请勿正面。氛围有点不对劲啊，最近夜市出现一批犯罪分子寻找买家贩卖人体器官。小哥你还要脸不？小雨救命啊，看看新闻的功夫捐了五亿金樱桃还想跑。